大家如果想在 Word 里面去加入页码，最简单的方法只是需要按插入，然后见到页码的位置按箭嘴，就可以在不同的位置放到页码。例如我想在页面的顶端加入一个页码，在右手边的话，我只需要按纯文字三，它就会将这个页码摆了下去。在页码的前面，你可以打入一些嘅文字，唔会影响到个页码嘅。但系如果你想将页码嘅格式改变咧，你可以将页码个位置嗰度揿右键，然后你见到呢度有页码格式。喺页码格式里面，除咗一二三，其实仲有 A、B、C 或者甚至中文嘅甲乙丙都可以做得到嘅。